唐大叔已经开始在思考自己的吉普厨房和迷你酒吧了。这就是一个那个我们叫 food truck 那种，对吧？那种感觉。呜呼呼，所有的调味料、食材工具、冰箱，这个要改一改。有水不错，这个可炒不了菜，但是 military touch， 哇，啊，这个好，都是绿色的。